我记得我赚了足够的资金，那时候支付给蛇头，他给我一个证件，把我带到这里，带到纽约市，还在唐人街找一个衣柜，让我住下来。 我称呼佢做人人，我最七岁嗰时呢，个乡下个野蛮嘅农民打烂咗我哋道门，打殴打我同埋我人人，并且呢将我哋绑起嚟，同人人两个人绑起嚟，咁啊抢走咗我哋全部。 家中嘅金錢同埋財富。嗯。